好的，现场接下来有请席卷全球的台风 TF 家族练习生，我们带来一首《大梦想家》，掌声欢迎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TF 家族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建元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准时起床的贺俊霖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赶上电梯的陈启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有一点 TF 刘海的马嘉祺。大家好，我是丁程鑫，丁程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剪了刘海的敖子逸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最近喜欢戴圆眼镜的李天泽。大家好，我是很喜欢北京今天天气的陈思旭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现在马上就想吃到冰淇淋的宋亚轩。大家好，我是想成为初中生的刘耀文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大梦想家，希望大家能喜欢。尖叫声走一波，大家今天是来支持整个 TF 家族的练习生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们一个一个来介绍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刘耀文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宋亚轩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思旭，谢谢。
大家好，我是李天泽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敖子逸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丁程鑫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马嘉祺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喜达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贺峻霖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张真源，谢谢。来，我们现场集体的尖叫声，来播三二一。去年我记得应该也有一些人在现场，对不对？今年大家又来了啊，人更加的多了 ，TF 家族也越来的越好了。我们再次把掌声先送给他们，欢迎几位，欢迎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请我们的这个粉丝来为他们颁奖了，有请粉丝代表。他们给的是什么奖呢？这个是各位迷妹们集体商量的一个奖项，我们请代表接收一下先啊。然后请粉丝代表来这边，颁的是什么奖？发型进步飞跃奖。发型进步飞跃奖，首先说说看，为什么给他们几个颁这个奖？因为公司很喜欢统一给他们剪这个发型，然后久而久之呢，我们就很喜欢叫他们小果敢，然后同时也形成了他们家的一个特色，就是一个特色的发型。但这次有进步了，对不对？是的，虽然是一样的锅盖，但又有不一样的型，对不对啊？作为代表，就是拿了这个发型进步飞跃奖，心情怎么样？就是不一般嘛，就是以前我们都是锅盖头的，是出演，就是每个场合。现在我们变成了什么？相当于三七分吧，这个算。就感觉现在会比以前酷一点点。还有谁想讲一讲对发型的意见？有没有？就是感觉换了个发型之后比之前凉快了一些吧。好可爱，他说我觉得换了发型比之前凉快一些。哇，这边好多迷妹，我们这样，我们先看这边，先看最旁边这边，你们好。Hello. 然后再看这边。Hello. 然后看这边。Hello. 来，中间主区打个招呼。Hello. 还有那边。Hello， 还有右边 ，Hello， 还有最旁边 ，Hello， 哇 ，Hello， 人气非常的旺啊。那我们其实可以看一看这个大屏幕，来，我们先看大屏幕。好，大家也很好奇这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让这个粉丝代表呢来选一下这个号码，这十个数字代表在场的十位练习生。我们会先请一位粉丝来选择数字，每两个为一组。比如说你选择三号和七号，被选中的就要为另外一个被选中的人现场做发型，好不好？另外一位粉丝，一位粉丝来选号码，另外一位粉丝来选那个他们的那个头发做哪一种，你来选号码好不好？来，一号和八号。二号和六号。二六。三号和九号。三九。四号和十号。五号和七号。考验我记力的时候到了。哎，我是几号？等一下啊，我们导演在统计，对不对？统计完了哈，所以我们第一组要出场的是一号和八号，也就是我们的子逸，对不对？敖子逸是第一个出来，和我们的八号马嘉祺，是吗？一号和八号，敖子逸和马嘉祺是一对。来，两位请出列，你们是一组，你们是一组。第二号和六号是一组。二号和六号，我们的喜达。四序这边来吧，这边。喜达和天泽吗？对不对？是一组。然后。三号和九号，我们思绪和亚轩是一组，然后我们第四组，哦，陈鑫和甄源是一组，然后我们的峻霖和嘉祺是一组，对不对？不，是峻霖和耀文是一组吧？对，峻霖和耀文是一组，你们就已经。你们已经分好组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确认一下，这是一组，对不 对？一组、两组、三组、四组、五组。好的，我们五组呢要分别，你们先商量一下谁给谁做发型。我
商量商量一下，或者商量一下，你给他做还是他给你做？我给他做发型。你们想想，想一想，你同意吗？他同意了。他同意。你们俩谁做发型？你来做，对不对？有信心哈。你们俩，你来帮他做，你帮他做，你们互相在推脱。那你谁帮谁做？他给我。为什么你这么有信心？因为我头发短。你头发短，好。你们俩谁给谁做发型？我要划个拳，我给他做。划拳。一位说我们已经决定了，一位说没有，我们决定划拳。好，你们再商量一下，你们两个。我跟他做。你给他做。对。确定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的头发很柔顺。因为他头发很多。头发很多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我们是有道具，对不对？来，把椅子拿上来，工作人员。椅子。被做发型的人坐在椅子上，好不好？被做发型的人坐在椅子上。来。不要紧张，深呼吸，深呼吸。我们 TF 家族的理发师现在已经开放了，各位下一次就可以体验那个新的服务了哈。好，我们被要求做发型的请坐在凳子上哈，深呼吸，深呼吸，这个一定会好的，不放下了，深呼吸啊。那帮我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选发型好不好？ A 组和 B 组， A 和 B， 你给第一组选的是 A 还是 B？ B 第二组， B 第三组， A 第四组，B 第五组 ，A， B B A B A， 你们记一下，我真的会忘记。B B A B A B B A B A， 就是 B B A B A。OK， 好，我们来揭晓一下 A 和 B。哇 ，A 是双啾啾。哎呀，你好。B 是吧？然后 B 是单丸子。A 还是 B？ B B A B A。但是我擦不来。加不来，我帮你一起，好不好？我帮你一起。他头发够长吗？好，现在开始。我们是 B。先来发放那个道具。两个，这个梳子没用吧？男的。哎，我们一组组来好不好？你们先练练手，先练习一下，帮他梳梳头。坐在那边的朋友可以一直发表意见哦。他的头发很短哎，他的头发太短了。不要抱怨模特，我不接受抱怨模特，他们是客人，在你们这边办卡理发，你们还那么多的话，坐在的客人有什么意见吗？要不要换一下发型师之类的？他这个头发扎不起来哎。不要抱怨客人，哎我不要抱怨客人，我是 B， 客人永远是对的。他这个怎么扎呀 ？B B A B A， 我们是 B， 对，你们是 B B A B A， 我没记错。B B A B A B B 是单个丸子头，我们是 B， A 是双啾啾，苹果头 ，A 是双啾啾，我们好像是 A， 咋这边？你想是 B， 疼吗？疼吗 ？A 是 B B A B， 要小心一点哦。我需要你来帮一下忙，好，我是从那边过来的吗？哎，那玩意儿，其实我想扎来着，我帮你给我扎一个，可以啊，我觉得，怎么扎呀？他头发好短，我这个感觉。有点吗？忍着，哎呀，怎么？忍着，有点。那我把它痛吗？哦，我懂了。痛不痛？那我就有点。我帮你弄乱一点。对，还这儿很疼。还有两个，哎，不能浪费是吧？再给你一个。哎，我扎这个还好吧？来，我再帮你后面扎一个。有觉得现在发型是弄得你很疼的，请举手。不敢讲吧，手举起来又放下。现在想看自己发型的，请举手。等一下，就是没准备镜子这样东西，就是没准备镜子这样东西。你的发型很好看，不需要看。没事没事，算了吧。就感觉很可爱，是这样子的吗？不是这样子，就是我。还给你搞了个证明，没事，收下了。可以。真的可以吗？可以。那好，我再来。那我把这个东西放没放？小漂亮。哦，哇！
哎，这个还蛮好看的。哎，不要脸！哎，笑死！可以吗？但他们扎这个头发还是好看的，还好吧？可以吗？可以哈。好，我们一个个来看大头屏好不好？一个个来看。我们盛夏老师先给我们第一组，第一组，盛夏老师第一组。好，我们要摆出一个卖萌的表情，三、二、一。好，第二组。一百。三错，我知道。第三组。好可爱啊！第四组。来，第五组。是不是扎错了？哇，这好可爱的扎的。好的，我觉得我扎得很好，还好。采访一下，代表，你觉得你扎得怎么样？很棒，很不错。是哪里看出来的？从这个大屏幕上就可以看出来，我扎得很不错。我可能变成了一个哪吒。好，我们大家给大家十秒钟时间，把这些珍贵的照片赶紧保留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就这样来合影哈，理发师和自己的这个顾客一起来进行一个大合影。我的粉丝代表来评价一下，有颜值，什么发型都能 hold 住。你想不想加入跟他们一起拍照？二位来，请加入跟他们一起拍个照，好不好？可以可以，站中间啊，跟他们一起拍个合影，站中间就好了，没关系，站中间吧，站中间，你们两个站中间就好，站起来，哎，我想把它给剪了。可以站起来来个大合影吧，站起来来个大合影，我们站起来来个大合影，再往前一步就好。好。好，一起合影，我们粉丝代表也过来就好了，一起。当个位置，当个位置。好，我们抓紧时间来一个大合影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 TF 家族的练习生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。三二一，茄子，茄子。谢谢，再次的谢谢我们 TF 家族的练习生，谢谢我们的弟弟们，加油！也谢谢我们的粉丝代表。最后，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们，尖叫声送给我们的 TF 家族李晨晨，谢谢，下次见啦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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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我们的粉丝代表，谢谢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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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